我不知道怎么你才能够让你开心，不过我今天我在现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，现在把这份礼物送给你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很早就来到休息室，我亲手叠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哎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还不见得她就是姐姐呢，她不一定是姐姐。我认定了。你认定了？认定了。你认错了，我是姐姐。你就是，我是。说了那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你白说了。不可能。我不是姐姐。不可能。我是姐姐，你选错了。梁小雨啊，你飞机跌的不错，人可认的不咋样。我确定，他就是，真确定，他就是姐姐。真的？真的。但人家说不是啊。你选错了。他们可能孩子是想迷惑我吧。总之，先让我把告白说下去好吗？啊，你说吧，你说。我这回上次没能对你说的，我现在对你说。